你们今天会被我嗨到最后吗？我们让这个今天的礼拜五变成礼拜天的感觉，哎，礼拜六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有透过很多的管道看到有很多新加坡的朋友们，今天有些上课还要带着自己的会服来的这个 SMC， 然后还要带一些加油棒啊，然后去学校，非常的辛苦啊，然后还要上课，一直期待赶快下课。